人生三部曲。随着社会形态的改变，台湾每四位新人结婚就有一对已离婚收场。台湾的单亲家庭在1996年突破65万户，其中女性单亲占了57%，男性单亲占了13%，几乎是每10户就有一户的小孩由单亲爸爸或妈妈所抚养。许多单亲家长从事工作，家庭两头奔波，对于子女的教养有心无力，导致情绪紧张和压力太大。身为子女的能了解单亲爸爸或妈妈的辛苦吗？喂，啊，还是我应酬。哦，好了好了好了。
将心比心，并且用温暖、尊重、了解的方式去沟通。一个人的价值并非建立在家庭的完整与否，天生我材必有用。只要我们能保持正确的心态，洁身自爱，充实自我，都能创出属于自己的锦绣前程。除了休班，谢谢大家的观赏。